展姑娘，你来有什么事吗？我白天可什么都没说，你不会是来灭口的吧？我来，是有件事必须要跟你说。我已经猜到了。 有人想杀我，对不对？料事如神。其实也不难猜，因为这里有人行凶。我的职责就是找到凶手。他是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我爹在手札里面都写过了，离真相越近，离死亡也就越近。所以他说，探视人一定要练好武功。那你练得怎么样？ 我不会武功，但是我也未必会死，因为总有人比我更想知道真相。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活下来。我对真相可没什么兴趣。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问完我就走。请问吧。今天白天，你为什么救我？我只是在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已。 现在我要做我该做的事儿。姑娘，这是干什么？她来了。谁呀？杀你的人。 杀气消失了，他应该已经走远了。展姑娘，你受伤了，你先坐。 我这儿有药。看清他了吗？没有，他不想杀你，他只想杀我。而且他用的是剑。对，他剑法很高。我们这谁会用剑呢？ 藏得好深啊！算了，先不管他了，给你治伤要紧。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烫伤口，消毒止血。哦，我这有更好的办法。 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